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실수에서 배우는 법이지. 有个人私聊我，猴子禁言禁的好啊，以后就不给你刷牌子了。我今天连人我都没进过，纵使给我一直骂，啊，我都没有进过言。上哪找这好主播去？你说，哎，我操了！我这天天我就在想，我就在纳闷，上哪找这么好主播去？又跟你勾留，啊，又教你东西。然后又有意思，水平也还可以，长得还差不离儿，还能有主播跟你杠两下子，还比较亲民。真的，我这在想上哪找着好主播去，天天喷。你说哪天你要给我喷的，你说我实在是心凉了，真的，实在是心伤着了，伤心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为啥没生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为什么没生呢？想射我一炮，不好意思，射不到。射我，我射你还不错。这波越塔啊，在塔下把他杀了，别让他 A 着我们，赶紧退线。这波闪现是必要的。我本来以为我想我闪现杀，不是，我寻思我塔下杀他呢，我没想到这人吧自己跑出来跟我干来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对不起了。不得，这波我们来两把长剑啊，把这卖了，来个小药瓶。没看清啊，没看清。EAW， 你今天要能不死，我就直播吃屎，我吃一万吨。可爱，你为什么才两级呢？我去石头营帮你看看这包女儿啊，包女儿居然没在，包女儿。黑切右啊，对呀，黑切一是右，二是破甲，三是便宜。当你觉得你们家没有前排，然后呢，这个又有点打不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尝试一波出黑切。这波不能打，这波包女指定在旁边，快点跑，100%。这波兵我们没吃着，直接游戏结束。谢谢你帮我补到了这一个小兵，谢谢你杰西，好一抠，你好像有点慌啊，我看你这抠是给你下放的，他是不是在勾引我？他是不是草丛里边有人啊？这干哈呀这？哎呀，我疼死我了！想射我，那你射不着，这么远距离呢？你看，我就说他旁边有人吧，他肯定旁边有人，他没有人，他敢那么削钢吗？我不干他。
咋的？福星不行了？空线来，这波兵线进不去，让他慢点回城啊，不急。跑哪去了？这是上哪回城了？他现在还有闪现呢啊，我们也想杀他，必须得等闪现，不等闪现杀不了。要么就会浪费我们一个大招，或者我们直接大他，把他闪现给大打出来，下边再杀他。这不行，这打不了。没升六呢，他从哪来的？他是交代传送吗？哦，没有，他吃屎去了。他这波不直接交闪，他肯定就是死了。他居然跑去吃屎去了！我的天哪！其实这波点盐稍微有点浪费，但我怕他闪现了，还是交了吧，交了比较保险一点。下波即使他有闪现也没用了，因为我闪现好了。我们回家去。没抢到龙，给挡一下的流头。杰斯这么脆，我们现在上去耗血跟他随便耗，一 A Q 九头蛇 W 平 A 再 A 往前走来。这波敲没让他把我敲塔里，让他把我敲塔里，我还能打他个闪。我又怕他给我敲塔里，我又想让他敲塔里。哎呀，我这是有点进退两难呢，刚才呀。先插个眼儿，走呗！哎呀 ，Hello， 一只咪 ，How are you？ 补车吧，好好补，对。好一口，包女来了，跟我来，跟我来双杀，快快快！你干哈呢？你不得交个闪呐？这劫来的咋这么慢呢？这？我让这杰把他杀了好了，我不应该再往上上了。这杰来咋这么慢呢？刚才他没来吗？好慢啊！没事，下边没闪了，这有闪现不好杀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我知道包女跟我旁边，我现在杰搁旁边，夸嚓一个 W 一 Q， 那包女过来，我接个闪现，那包女咬不着我。下边上边他把闪交了，这波又双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
而且人家辅助还来了，日常队友拉胯。没有啊，这我说的不是弹幕。哎呦我大包女儿，别走了，现在没大，等会儿啊，这波能杀。先在这里插个眼，然后往左来，这个杰斯很有可能往这里打炮，知道吧？我们在这等。中单什么玩意儿呢？蛇女儿不怕，这个 R 闪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呀 ，R 闪，我打死他！气死我了！这。声东击西，害怕了，你要秀他呀，一换一还行吧，这把呀，这把不点还吧，这把出三项，往中路收波兵，算了，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，算了，帮中路收波兵。细节一点，让这塔皮先掉，吸不了了，这塔皮必吃了。走，往下走。杰斯指定去上路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差一点点，杰斯居然没去上路，我的天哪，这蛇女好肉啊，天哪，蛇女打不动，刚我要是水银海，蛇女就死了。这个海呀，出的还是有点问题的。这个海，不过还行吧。刚才我们也是算打赢了吧，还行。这劫玩的还凑合地儿吧，还可以接受。打野莉莉亚。包女儿还行，身上有虚弱，对呀，身上有虚弱，刚才旁边没有队友，来一个队友都好了。嗯，这一波呀，这波我们胆子大点，拆他塔，万一包女儿来了我们就等死。
走去右边看看峡谷啊。咦，他不敢打，没事，你别过来找我呀，谁惹你的你去找谁去呗，你往我这跑什么玩意儿呢？好，推，莉莉亚为什么不打龙啊？打龙啊，我们继续推上啊。猴哥有卖便宜苹果手机店吗？没有，我有梨子手机，你要不要？我没有苹果手机，我有大鸭梨。杰斯传送了，上到二塔八了。西瓜有吗？有。这死流头一个挺好。这峡谷我不敢打，我打了我怕给人打工。我们就不打了啊，我们出来再打，一会儿再说。把这个换成扫描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把其实出黑切也行啊，这全是护甲呀，除了这 ADC 一身这护甲呀，天哪！护甲真是有点高。我们团战就杀 ADC。刘啊，刘死了，刘大刘一个人去那么深的地方确实不太应该啊，有点太深了呢。没打，没打，我估计不能打了，还有一分钟了。13级，不知道这有没有跳弹啊？你打不过这杰斯吗？天，你打不过杰斯。你又往这儿走了。我陪你这回，上波我没陪你，这波我陪你。你要连杰斯都打不过，你就别玩杰了，行不行？刺客打不过个脆皮儿还。我这地方我上当了，我，哎呀，我操，我就不应该听着大刘的，这大刘就是有点病。好家伙，真的狠，我上当了。这个刘要包他们，你们知道吧？我寻我在后边，我包他们一手，把我上塔给我干没了。这杰斯是真上头哈、啊。
这杰斯属实是有点不像人，他死了九把，我这波我就必须得把这蛇女给杀了。看来杀不了，我们得去拿个红了，小龙吧，小龙小龙。这杰斯也确实是没啥可干的了，走呗。我来把这蛇女的蓝给他打开了。拜拜。嗯，溜了。小龙没了。哔哔哔哔哔哔。哔哔哔哔哔哔哔。拜拜，在这等一下啊，看他们往哪走。我这没视野了，其实我有点慌。但我估摸着他们应该也不敢过来抓我，没事。这边如果出现包女加蛇女，能打过不？打不过，这两个人呢，两个傻漏。一个金蛇狂舞，一个金钱豹，咱们这是有点玩不过他俩，算了吧。我干不过这蛇女吗？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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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金丝猴，我没有金身呢，我怎么变成金丝猴？再带一波，哎，再来一波，把线给它带过去。这蛇女儿吧，没有蓝，好。带俩针眼儿，开始去小龙、去大龙做视野啊！你先把这打了呀！好彩！这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想排个眼儿呢，真是的，搁这草丛一待，讨死了厌。把中塔拔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把中塔拆了。哟，对面这波中塔没人防守，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哦，我的天哪，刘哥，这救不了啊，这要打大龙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这大蛇，这大蛇挺吓人的，大蛇，我就知道这大蛇可能是要整点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快点去，这波要不打的要老快了。我应该是没了，我杀 ADC 杀不了，你这不合适啊！这我们家啊没打过对面，但是还不至于说是非得要投降的这种地步，知道吧？没到那种投降的地步呢，还
这都是小问题。你们要让这杰斯给赢了，那你们真是有点对不起我。来，小龙，没事，虽然蛇女儿厉害，但是蛇女儿刚才已经把伞给用了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。下波我们人直接往他脸上冲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跑。这女警没有多少血呀，快查眼儿去，刘头，快去查眼儿。把中路线带了，打龙，我知道他有那什么。好，先杀的万豪，先跑这级啊。蛇女没有闪没关系，先回家。这波一换二还行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种好位置去杀他们家 AD， 你知道吧？打呀，打龙啊，怕什么玩意儿呢？女警拿人头了，行，给女警点人头也行吧。女警我看这也挺可怜的，这带个净化到现在也没打出点啥作用来。可以推可以推可以推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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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，拿红，红给他留着。该女警发力时间了啊，该女警发力点了，女警现在应该虚区差不多了，够了，应该能掏出来一个大件。这个红 buff 我真是操了。早知道我打了得了，我还给他留着。你光杀这辅助不行啊，啊蛇女把大用了啊，给我杀兄弟们。就你叫进这种 ADC 是吧？谁让你出魔切的呀？谁允许你出魔切了？那蛇女老以为我要开的，老以为我要开的，我开的没用，他有金身，我不开的。拿下啦！牛头这波可以啊，牛头，牛头这波可以。给大家结个账吧，杀八个又没杀八个呀？又杀七个？我看一眼啊，六五五啊，杀六个。的汗
的汉